家却正在看，这是楼下的阿嬷。哎，以前我们的这裤是哪一个？这个吗？啊，这是我们以前的车库。没有，我也忘了。然后这是我们家，主管你还通吗？还会不会淹水？这是我们楼下回收的阿嬷包。这就是我被骂大力尼亚的窗口。对，我记得在这边。哎，对，我的房间。哎，这不是我的，这是我的。我中然后我们那个最多狗屎大便的路。哎，变公园呢？真的变老人的那个。啊。哦。这路变大了，以前很小，因为有那个围住嘛。有铁皮啊。然后我们都去那边丢垃圾，走路。对，然后垃圾车来，然后我看那边的眷村的老人家打架。对，那边都是老人迷，然后伟忠都在这边跟我走路过去，到那对面，我其实也没有公里。其实这样，他打开之后，其实我们走的并没有很远，还蛮近的呢。我一直以为以前我们会到，都会走路。其实我们这样看就，我们只是走到那边而已。也没有多远，因为如果跟那个大海比，大海比较远呢。对啊，白鹤这样子走过去，大概就是我们从我家走到国小啊。对，还不到国小吧？差不多了啦，国小哎、欸、没有没有射箭场。对，射箭场。哇，可是我记得我们家以前的对面的槟榔摊没开啊。没有吧？啊，没开啦。没开啊，我看到扛棒啊。对。哇，差真。然后那个爸爸那个中毒那个 A 片那个修电脑。对。OK。